电视剧《我和我的三个姐姐》是由林家川、马丽等主演的当代家庭伦理剧。该剧主要讲述上世纪90年代北方小城，在社会改革大浪潮下，一个普通家庭为老酒厂改制，上演了一幕幕啼笑皆非的闹剧。最终，一家人于危机面前重新凝聚在一起，找回弥足珍贵的亲情。该剧于2021年11月18日在央视八套播出。